错，今天有宇宙第一依然表现杰出，有变形联盟在，地球绝对安全。时空狩猎解决了，危机解除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是空间缝隙。什么？怎么又出现了空间缝隙啊？小事一桩，我这就去修补好。等等，这太异常了，我先扫描一下，确定是否安全。原来如此，这是刚才时空兽数据复制出的空间缝隙，而且正在转移某个未知空间的雷电能量。这次时空兽的能力是影响电脑数据，其中包括了消除、转换和复制等不同的技能。估计空间缝隙是在偶然的机会下被它数字化并复制了。哎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哎，简单的说，就是偶尔发生的异常现象了。啊，你早说嘛。过去空间缝隙导致的混乱可真够呛的。当初爸爸为了拯救大家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基因石的力量创造出了空间缝隙，但他自己却消失在了能量风暴中。让我试一下，或许我能让你们离开这里。我利用基因石复制出了629个空间，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基因石吸收能量的范围，或许能让它达到能量饱和自动关闭。太好了，起作用了。等等，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是基因石。糟糕，不好，大家快散开。海洋博士确实很伟大，如果不是他想出了办法救出了我们，现在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。喂，你的信息到哪去了？海洋博士这么聪明，一定有办法把自己弄出来。对，就算博士自己出不来，我们也一定能找到办法救他出来。嗯，我也相信，我一定能再见到爸爸的。第一次见识到空间缝隙在平息时造成的影响，还是记忆犹新呢。抓紧时间救人。嗯，好的。还有那一次空间缝隙出现在游乐园，也真够惊险的，就连小胖和赵舅也差点就……天哪，那是什么？今天真是玩得太过瘾了。小胖，你看。天哪，这是什么？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如果空间缝隙只是单纯的让建筑消失，那还好解决，至少有迹可循。嗯，最麻烦的是它还会随机转移各种不同的地貌，甚至影响地球的通信、气候等，就连我这种高级侦察员都很难预测。是根本无法预测好吧，管你多高级。对，有一次在平息室里居然凭空出现了一大片沙漠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救救我！最离谱的是，一次天空中居然出现了两个太阳。哦，那一次啊，帅气的我差点被晒傻了。哪需要晒，你本来就是傻的。不好，高温引发了森林火灾。哎，这下可好了，天气已经这么热了，我们还要往火场里冲。变形联盟来了，抓你啊！啊，这里，在那里。你们一定要小心啊！以后，地球第一来救你们了。别怕，一个一个来。还有大决战的时候，当时我真的以为地球要完蛋了。喂，你就算对变形联盟没有信心，也该对我宇宙第一长臂大人有信心吧？真是谜一样的自信。上啊，战士们！来吧，超变战神，我们一起消灭他。变形联盟光能进化。你来不及了，超变战神斩。幸好空间缝隙的危机在我们的努力下已经解除了。我说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吧，得在雷电造成灾害前修复空间缝隙，绝对不允许地球和人类再次受到伤害。没错。来吧，加油啊，变形联盟，全力出击。变形联盟，有了他们的守护，我们一定还能再见的。